那些家伙运气可真好啊！你还有时间说风凉话呀？眼看到了嘴边的猎物又跑掉了。你急什么，巴杰斯？他们又不是从此就消失了。只要他们在这伟大航线上，我们马上又会碰面的。没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愿意，就会碰面的。就像齿轮一样，看。 我说的没错吧？是真的。喂，大家快看，看船外面，云。我们在云上面，真是奇怪啊！这生物都是什么呀？说是鱼，又不太像鱼类。哎，那个章鱼胀得像气球一样。